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我老火，我也不介绍。你并不介绍，你快点走。老熟人了。哦，老熟人了啊。我这手里拿了一个呀，比较有历史的那个，这是我票。做粉条的票，以前呢都用这做疙瘩汤，知道吧？俺奶说的，先回忆一下以前做疙瘩汤的感觉，就是拿着票，一会儿咱做疙瘩汤。那开始吧。好，走吧。那我拨点葱。走。不是，咱弄点椒椒。嗯，椒椒。再弄点去吃。挖面，挖面。嗯。干。好。能提了葱，也是能打。还坐上来，过来。现在用油刷样票不粘，是吧？嗯。是不是不粘呀？嗯。回不回你你炸你炸不那东西，像你米粉挖着的。要紧，稍微放点米啊，大米面，搅搅脆。白炸了一坨，炸了一坨不装。这样，你下粉条，你照不着饭。下粉条都。火了火了，让这火给点大火，给点大火。你喝点没数。你按照事儿来说呢。嗯，这早已都是说河马割头。搂着他我背儿一把，这是河马疙瘩，真是疙瘩汤啊！这是炸的豆腐皮儿，这是小酥肉丸子配部疙瘩汤，搁一坨儿就是一桌。嗯，小酥肉。小酥肉，豆腐，豆腐疙瘩啊，豆腐条切溜，切成疙瘩。那个没我小皮刀，这有我家还鸡肉哩，我不来省事儿，有会是刀越越。辣椒油啊，辣椒油。嗯。我和饭店用啥味儿？就是那味儿，一样味儿。煮熟的疙瘩，这疙瘩必须得煮熟，煮熟了，这是捞出来，再倒里头，来吧，葱花。生抽，生抽，生抽，好好好，香麻油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鸡粉，长不老，这菜长不老，做的可嫩，可不嫩，可嫩。长不老。啊，长不老，做的。吃吧呀，怎么那么大一锅呀？尝尝味儿可美，慢慢的。
他妈回来又抽烟。哎，你们抽烟，他妈回来了。哦。这是我的窝呀，你看看这红的。你咋吃的？我长那样，热也不能行。我好吃热饭。你别吃了热的，我猜人家可好吃热饭。嗯。我猜人家那还是饭端下来都吃。这嗯，这张罗这这个看门长当面了，你知道。这是鱼米菜，那鱼米菜人家说那是啥子人，我也骗，咸。嗯，这正月十四呢，缠绵糊涂的。喝了非常好。嗯，你那我闻的那刚好喝缠绵糊涂呀。那你评价你做的饭？我中我喝着可好喝，今儿叔叔也不得喝着。实际上，嗯，口味差不多。嗯。味中，那我感觉你做的疙瘩汤比饭店都好喝，真的还。哎，你说饭店的那疙瘩汤，我那年还是上去常喝过一，不那东西是吧？是那糊儿焦的，嗯，那牛的糊儿焦的。牛生还做？嗯嗯，啊中，没问题，放心。嗯。这还省劲呀。嗯嗯，后边生的还好喝，就是这味儿。你说这样子，好了。嗯。俺这俺中了，你为啥俺不吃姜呢？俺中了不吃姜，不吃姜我都不好长，有时候吃包饺子都。哎呀，没，真的感谢奶奶做的这美味的疙瘩汤啊！